看这一题，他说阿松哈、哦、为方便记住自己设定的四位数的这个密码，随身携带一张纸条，上面哈、哦、注记哈、哦、这个四位数那个密码哈、哦，满足这个四字。那么他问说哈、哦、，A 即为数四位数字的密码，那请问这个密码是等于多少？哦，这是一个四位数。好，那我就直接把它算一算就好了。这个等于多少 ？A 哈，这个就是25是那个5的二次方嘛， 5的二次方，那二次方的话就可以提上去，就 log 哈，以5为底嘛，哎 ，log 以10为底， 5的对数，那这是4，哦，因为这是5的二次方，2乘上去，啊4等于多少？4的话就是 log 哈。10的四次方了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实际上就等于 log 哈、哦，以5为底哈、哦，那10的四次方，哦，啊，这个的话呢是指数的底嘛，这是对数的底，刚好可以抵消，所以这个数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数哈、哦，实际上是等于呢这个10的四次方了，这10的四次方。好，啊，现在减掉多少呢？减掉后面这个数，后面这个数的话，你就用换底公式啊，现在以10为底 ，log 哈，以10为底81，啊除以 log 哈，以10为底2的对数，乘以多少呢？这是 log 哈，以10为底1024，哦1024事实上是2的10次方的，哦2的10次方。然后多少呢？这是 log 哈、哦，三，啊，这个实际上是3的多少呢？3的几次方哈、哦，3的四次方，9981嘛。好，啊，后面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4可以掉下来，4掉下来以后约掉，所以这个是等于4啊，这是4，啊，同样道理啊，这个是10，就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哈、哦。这一项是等于那个，这一项是4 log 2的，啊这一项多少呢？ 10， 哎没有 log 3， 写错了，这10 log 2， 啊那 log 2、哦、跟 log 2消掉，这 log 3跟 log 3消掉，所以剩下4乘以10，也就是说哈、哦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10的四次方是10000嘛。啊，减掉多少？减掉那个4乘以10，40，所以是9960。所以它那个四位数的密码是9960。